兄弟们，大事不妙啊，如你所见，我现在正在上班摸鱼，但是老板却出现在我门口。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开门！不要！战役涌上来了，完了，老板要是进来肯定就发现我在摸鱼了，这门绝对不能开啊。让我想想啊，该怎么办呢？哎，隔壁好像也在摸鱼啊，那咱们给老板打个小报告。哎呀，别呀，哥哥。老板，我举报，那人好像在摸鱼。完犊子了啊！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这个老六真的服了。哎，队友可别怪我呀，职场如战场，只怪你太大意了。上次好不容易逃过一劫，这次摸鱼我们可得小心啦。那开始今天的躺平摸鱼之前，各位别忘记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，只要点赞它过了万，下期想看啥还不是评论区观众老爷们说了算。嘿，你还唱上了是吧？瞧瞧昨天视频的点赞，脑瓜子嗡嗡的吧。哎呀，我的不点赞小分队果然厉害，那咱们这次兄弟们，你们不会真的被小组刷满了吧？我的点赞小分队呢？赶紧展示一下咱们的实力呀！干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这无良老板一大早就开会，还要看我们昨天的工作成果。快走！昨天光摸鱼了，哪有成果呀？要不我今天还是请个病假吧？我好像得了上班就会死的病啊！老板，我能不能？老板，我举报，挖开了客户的请假。惹你滚！哎，好嘞。请假失败了，先回自己办公室吧。到地方了啊，开始摸鱼。让我看看老板在干嘛呢？救命！哎，这不是我们办公室女神吗？老板，你温柔点行不行啊？她要是被开除了，我们上班的动力可就少了一大半了。啊，对，可以，不跟你叨逼逼。给你个大嘴巴！还可以教你跟短了。我不要！妈了吧你！完了，女神也被开除了，把她喝剩下的可乐可就归我了啊！她的损出装的损色，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兄弟们，看左下角居然有3倍金币，我们直接开启。哎呀，摸鱼上班还发着3倍工资，这小日子过得舒坦。我来。完了，我这3倍工资摸鱼好像被老板给发现了呀。能够加班是你们修来的福报。这什么虎狼之词啊，别和我谈理想，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。你我只能告诉你，你废了啊。对，战役涌上来了，打得完全不痛啊。哎，我可是躺平摸鱼的高手，这大门怎么可能让你随便挠开？等着吧你，拜拜，一路走好。死鬼！哎呀，看这情况，最后一名同事也没了呀！一出门我就感觉我仙气飘飘。哎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开门！不行啊，老板好像越来越生气了。有没有什么高级道具？哎，降低攻速，这个可以。感觉很难受吗？非常的恶心。兄弟们，看我这一堆高级道具，老板想进来门都没有。现在就差大家的长按点赞赐予我力量啦！让我们一起反抗无良老板的压榨。打我，笨蛋！气死我了，直接。今天谁是老大哦？听你那么说，你很屌啊！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哎呀，咱们公司到底是啥业务呀？灭霸的宝石都让咱公司抠下来了是吧？那我可得好好用一下啊！一个心灵宝石，一个时间宝石，再加一个蜘蛛侠的同款诱捕网。那个龟孙，别打了，我没血了，快黑手！哎呀，嘿嘿，摸鱼成功，今天可以打卡下班喽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